OK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，今天呢，我上一下我们的 Calery 的美商凯利的母公司 4E 啊，这个公司的网站，那大家看着我这个小黑点啊，在这个页面呢上面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Calery 美商凯利的母公司啊 4E 啊 4accessor.com 啊。那么大家也可以在中国可以上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用这个谷歌网页呢进行一个翻译啊，中文翻译啊。那么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主页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些这个公司写的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4E 团队的一个免责的声明啊。这个声明呢，很关键，是有一个在这个声明的最下面的结束 CEO 的这块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林博士啊，林医生的一个签字，这是这个 4E 公司的 CEO，我们的大老板啊。那完后呢，这个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啊，这块呢就是 4E 公司的这个目前的合作伙伴啊，那么其中呢。这个有这个 course 啊，可以点击这 course 以后呢，就进入 course 的这个官方网站了啊，官方网站了啊。那么我们要点 Calery 呢啊，就进入这个 Calery 美商凯利的官方网站啊，这也可以选择中文的这个页面啊。所以说呢啊，我给大家，那这几个牌子呢，都是我们的林博士大老板这个 4E 公司的这个品牌啊。也代表着我们的这个实力啊，那看我再点击一下我们的队伍啊，可以看到工厂的这个合照。那这个队伍呢，我可以放大一下啊，看到我们的这个林博士啊，林老板啊，就在这个 4E 公司里边，就是这些企业员工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，我给它翻译成中文，这是用谷歌的这个。中文啊，我看我们的这个认证啊，那这上面写的是我们的 GMP、FDA 啊，是什么什么这些，所有的认证啊，这些证书啊，这些都可以看到啊。你点一下，就是这个认证是怎么回事啊？它是鼠标放上去，它就可以啊，有机的啊，这都是官方的啊，这个很正规的啊。因为我是用这个犹太结石的啊，那么这些，那么我们再拉一下啊，你看这个公司的地址啊，看最下面啊，这个地址1206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4E 公司的地址，1205呢就是我们 Calery 的这个总部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公司呢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啊，大家也可以用自己这个网页啊，就是网址打进去，在中国看一下。啊，这是我今天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谢谢大家。